OK， 那今天呢，我要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是有关于这个瓦斯的、哦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这个星海一代呢，瓦斯你盖下去之后呢，你要等它完全盖完，你才能让这个工兵去挖瓦斯哦。不过星海二不一样哦，我们可以在瓦斯还没盖完的时候呢，就在瓦斯上面按右键，然后等这个瓦斯的建筑盖好之后呢，你看、哦、我们的这个工兵他就会自动开始挖瓦斯了。这是星海二在这个 UI 上面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进步哦。那这是第一个、哦，那另外一个有关瓦斯的东西呢，我要顺便来跟大家讲一下哦。那既然提到瓦斯了呢，就顺便讲一下吧。那也就是呢，看到我们这个很多工兵在挖这个矿哦。我们通常呢会在这边抓三只工兵来挖瓦斯哦。但是如果不巧呢，假设说我刚好抓到一个这个工兵是挖矿挖到一半的，譬如说这两只，譬如说这只好了，他现在挖矿挖到一半呢。我抓一只，有没有？这两只挖矿挖到一半，我如果现在把他叫去挖瓦斯呢，他手上的这两个矿呢就会浪费掉了、哦，那这样就浪费了十点的这个矿哦。那我可以在我不小心拉到这两只拉到去挖瓦斯的路上呢，我发现他们有矿，我就可以赶快点这两只来点这个基地哦，点一下呢，点下基地呢，他们就会自动把这个矿送回基地，然后接着去挖瓦斯哦，这是也是一个小技巧，这个在星海一里面是没有的哦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就是假设他现在在回这个基地的路上哦，那我现在抓来挖瓦斯，然后发现，然后点一下，有没有？他送完瓦斯之后，送完这个矿之后呢，就会过去挖瓦斯咯。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小技巧哦，大家可以就是小记一下哦。那今天。要给大家教的这个教学呢，就大概是这样，是关于瓦斯的。那我们就这样啦，我是贝塔，那记得订阅这个贝拉 Starcraft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